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第一个会想到是什么？嗯，会想的可能天气怎么样啊，今天是不是会不会冷啊，这个。你在长成长的时候，哎，有没有什么偶像啊那些？嗯 ，Andre Agassi。为什么你觉得网球是一个很好的体育项目？嗯，我觉得网球是一个比较反正很健康，而且也就是比较，就是说没有身体接触，没有那么危险的运动吧。而且感觉就是也是一种好像，小时候学的时候感觉是大家在一起玩也挺好的，然后也不知道网球是什么，刚开始后来慢慢了解了以后，觉得网球这个就是比赛的那些就是竞争啊各方面的感觉都是属于良性的吧，然后也是觉得反正是一个很不错的运动。有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东西会令到你笑？笑，对，很多事情都令到我笑啊，比如说像有些时候同伴开个玩笑啊，或者是在街上看见有人穿着很搞笑啊这一类的。是来形容一下Wilson 的那个派。一个字啊？就一个字，一个词语。好打。